说的那么认真，一字一句，一字一句，表达了你的心。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，不能不能不能给你回应，因为我是个伤心的人，我是个伤心的人，叫我怎么告诉你，才能叫你相信？叫我怎么答复你，你是个陌生的是没缘分。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，请你原谅我，不能不能不能给你回应，因为我是个伤心的人，我是个伤心的人，叫我怎么告诉你，才能叫你当真？叫我怎么答复？